网红炼乳烤牛腩你有吃过吗？外焦里嫩，绝绝子，两个蛋黄，30克白糖，50克淀粉，加500毫升纯牛奶，搅匀再加炼乳，搅成这种粘稠状，倒入模具冷藏定型，拿出来切小块，刷蛋黄液，180度烤15分钟，真的是神仙吃法。